哇，这边一个槽一个槽的，哇，槽哎，发酵槽，我以为一度一千公斤，所以我跟你讲，这个呢就是怎么了？你闻的嘞？这个很酸哎，哦，哦，哎，要酸，第二个方一个槽，这是个很神圣的味道，你干嘛？这是老板把很多他的那个片哦放在这里，这是他的低槽，对，这是发酵的味道，这是发酵的味道。老板，现在的低槽，老板你这有几个槽啊？这里有36个。哎，不要跑步，不要跑步，搞掉，我们掉进另外一个槽里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刚刚要数十二？哎，我想问一个问题哦。哦天哪！这个里面都已经有东西在发酵了，对。那这个要我们洗的原因是为什么？要替换新的鱼进去。要替换新的鱼。哦，还是要让它干净完，然后再继续发酵的。我觉得这里很酷哎，这里就是。这一区就是你们家的，然后在两个住宅建筑物的正中间，所以这边有几年的历史，八十几年的槽哎，而且你要知道哦，它没有办法整修，怎么说？什么意思？为什么我们不能整修？因为这些优势菌种，它们全部都躲在这些毛细孔这个缝里。对，我们今天要下去洗，知道怎么洗啊？就走下去啊，这个拿清水洗，很不错。哎，你怎么这样子啊？他就是优老板在这边，我看很多都是这样，像比如豆腐乳，嗯，哇，我也觉得超好吃，臭豆腐，可是闻起来臭臭的，对，好吧，那不用等很久，别说那么多了，我是很，因为你要很，一直晒太阳很累，对，我们这个，我现在觉得这个太阳呢晒得很舒服，我们赶快，你要不要太阳没关系，要不要赶快下去啦？我们好好聊一聊这个优势菌种。加油加油加油！加油加油加油！烫哦，烫对不对？小心哦！哎，你是不是会卡在墙壁？你先深呼吸，然后下去。你知道这就很像吗？嗯。有当过兵的人都知道。嗯。我出操完回到寝室，大家鞋子一脱的味道。哦，真的假的？那个味道闷闷的。嗯。唯一有白色的就是它。哎，你到底行不行啊？快下来！我要怎么下去？好 ，OK 了。Oh my god！哦，好像就是回头可以这样 stitch 睡的感觉。可以哦。对 ，OK。下去了哦。哎，好，我们楼梯要搬上来了。哎哎，等一下，不然你们怎么洗的？哎，Oh my god！ 不是，不是啦。哦，那滴水啊，哎呦！你给我那个啦，水嘞？交个。哦，老板在拿。大哥，快点！是来水啦！完了，水管冲过来一点，快点了，把水管冲过来。那个雨露哎，水管冲过来，但是这里面水会越加越满。对啊，你先加看看。哇，好闷哦，好闷哦。哇，平常就水冲一冲就好。快点，水打开啊，水打开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。哦，哎哎，水管，变态。赶快冲一冲，赶快上来啦！哦，好凉啊！哎，你不要给我刷子，我怎么洗？就对，老板，请问一下要怎么洗啊？水冲一冲就好，冲一冲就好了。水不能用刷的，不能刷。水，它水会从哪里流掉啊？要自己要挖上来。啊？对，自己挖上来。不是怎么挖？哦，我懂，所以他们边这样，然后就慢慢这样浮起来，对不对？对对，就可以上岸了。过去一点呢，我冲一下。是你过去，你在干嘛？你要走开，你这样很难洗的，还没，这个很难洗。哎呀，不要挤我！射他！射他脸！完了，椅子不给你们。不要拜托了，对不起，我第一次才看豆哥，哎，我错了。老板可以了吗？可以，可以了哈，非常干净，很好。可以把水关掉吗？好。哎，走开啦！等一下，哎，等一下，你怎么两个？好凉哦！你怎么变两个？我分叉，112秒哎。喂，好啊，你自己想办法，自己想办法。因为我上不去，是不是？
我上得去，我上得去。好，好啊，真的，你看啊，好，水管给我。哇，好强啊！不要推动。今天要那么累，欢迎！对对对，等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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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闻一下我的手。哦，Go Go Go！ 老板，我们现在要干嘛？哎，老板，哦，来。再来就是要哦，这是眼巴吗？可是它是眼巴，是吗？那你吃看看。哎，没有。为什么刚刚那边的跟那个味道不一样？这边是要全新的鱼开始要做发酵，所以是香的。那那边呢？刚我们洗的那个，那个就是已经要清理的。所以这边这个盐跟鱼的比例大概是多少？1:1，1:1，多少鱼就多少盐这样子。如果它有一公斤，就是一公斤的盐。盐。所以说我们现在要做什么呢？那现在做什么？现在我们要把鱼铺进去盐上面，刚刚已经先铺盐了。你是会铺几层？铺到满。哦，满满的。看的那个发酵槽里面就是铺到满。所以这个也是一样，这个也满满的了，一样的深度。所以那个总共有几只鱼？这么深？总共差不多一吨的鱼。一吨。所以你们是先在眼巴在翻鱼，再一层一层一层。对对对，一层。做鱼露是这样做的，哎，我以为鱼露是那种，就是放在一个桶子，桶子啊，对，好，那一直积在那，对，就感觉好像有，现在已经有科技可以把鱼丢进去以后，然后鱼露就流出来。对，但是也就是说，他们的这三代制作下来的这种优势菌种，他们的味道跟其他是不一样。这绝对是古早酿制而成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我看到他们有拿那个。一个是别人家的，一个是他们家的，完全不一样。所以你们这个做法也是从红酒很久以前就是一直传承下来嘛。对。所以你看，你可以直接这样吃这个。嗯，很会转啊。有吗？好吃，很好吃。嗯，你试试看，你试试看。他试试看，他蘸这个手指，然后舔这个手指。对啊，很真的很厉害。用不要发现，用不要发现。来来来，看。嗯，就很香啊，你可以一口看看。很香啊，这个是真的香喝吗？这个真的香的，确定吗？确定，杀菌过了，高温杀菌。可重点是也不能喝太多吧？哎呦喂，很咸。对对对，你喝看这个，你喝了。手指反正拿给他吃听哦，他要小嘴吃。这个不行，这个不行，这个好刺鼻哦，这太刺鼻。这个很刺鼻，不要闻太大力哦。这个，你有喝了吗？没有，这个很浓，很浓，很浓。你有喝这个了吗？没有，没有喝。这个好恐怖哎。哦，天，差那么多哎，这差太多了。那这个也吃啊？这虽然咸，但它味道有一点，它比较干一点。对，那个有一点。会恶心，这个是恶心的味道。而且那个完全不要讲是哪一家的哦，你会被骂哦。我不知道，没有说，我也不知道是哪一家，是哪一家，是哪一家，对对对，不知道。OK， 来来来来。哇，怎么帮你铺鱼？这是什么鱼？这个是青鱼。青鱼，这是我们平常吃青鱼定时的青鱼。青鱼，青鱼。那我想问一个问题，是每一种鱼都可以做鱼露吗？基本上是每一种鱼都可以。基本上。那为什么你们要特别挑青鱼？原本只是因为青鱼便宜，但是现代是我没有改变，是因为它没有重金属污染。OK。那我先请问，你有没有最少试过另外一种品种的鱼，然后就是做一个味道的比较？有，有味道差不多。对，你们的没有穿孔的方式，对对对，没有，所以不是鱼的问题，而是你们做法的问题，菌种的问题，对，懂。我们要怎么铺？就摆上去，摆上去，对。哇，好肥哦，而且它没有去肚哎，对，它全部东西都在的，对，哇，我以为是要杀过，里面的东西的那种，我要拿出来吗？就是，对，要整味一下，全部要进去，好滑哦，超鼓溜的。怎么摆都可以，对，怎么摆都可以，不用。所以这个是新鲜的鱼嘛？对，新鲜的。那我会放多久？半年到九个月。半年到九个月才会开始有这个鱼露出来。鱼露。那换你们弄那个用盐巴了，弄盐巴。哦，拿起来 ，Justin， 加油 ，Justin， 我们赶快录完这一段好不好？好热哦。好热，差一点倒，这个太重了吧？好，要铺就把它铺，把它盖过去，看不到鱼，看不到鱼就可以了。我猜是专业，对不对？没错，因为你看嘛，下面也是这样子啊。哎，它这个是人口。对啊，
它就是一层一层的，像提拉米苏一样。提拉米苏有像，对不对？有像，提拉米苏。现在，老板，你决定一组要来翻搅我们的鱼卤，哇哦，翻搅鱼卤，对，然后另外一组要抽发酵成熟的鱼卤。哦，天哪！那请问抽怎么抽啊？是一根管子，然后这样子？对，先吸这样子吗？虹吸式有没有？虹吸吧，古早是吗？以前还真的是，可是我们现在不这么做了。哦，幸好了，还好现在不这么做。好了，好了，都很有趣啊。给你先选，给我先选了。当然有趣的，你是来宾了，那你就翻脚吧。我翻脚了，真的假的？没有啦，我来宾嘛，总是要做点事啊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讲，为什么我们会当这么好兄弟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甚至有自知之明，这就是一个大哥的风范，你知道吗？不像是有些人哦，你看到人家在拿鱼的时候也不拿，对，然后呢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呢，他就直接到旁边站着。对啊，对，我觉得我跟武阳翻脚，你反悔了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他比较壮，他比较赏心悦目，当然，嗯，哦呦，你懂你懂，他教给你，哎，这个也可以跳舞啊，好了，走了，分组够，突然想翻脚的，我想翻脚，我想翻脚。请问一下，为什么要翻他呢？他们这样静静的在那边，这样让他们好好的，我们要为什么要打扰他们呢？上面发酵跟下面会速度不同，所以一定要翻搅。那在这一整缸呢，几乎呢就是同一个年份，对，是不是？是，有点像同一桶，同一桶，同一桶的那个红酒，哦，同一桶的 whisky， 对，这种概念。会越来越久，它会越来越有味道。OK， 那这个有多久？现在这一锅这个应该有一年多了，一年两个月多。那我们现在开始吧，我们请老板先示范一次，我们就来一样化葫芦，我们就照着做，好不好？来，这个棍子插进去，然后来搅拌它。哇哦，精彩！哦，好精彩啊！好美哦，好像个巧克力酱。就这样，对。哇，努力的把它搅匀。有 feel， 有 feel。哦，这味道。哦 ，damn。哦，有几个了。鸡皮的鸡皮，哇靠！真的，这味道真的很浓哎。哦耶！哦耶！其实我还没喊蛮疗愈的，可是这个味道是不行。如果你的车钥匙不小心掉下去，我就会盖油漆的。真的，我就会让我的钥匙好好的发酵。那我先请问，因为这个是一个传统的方式吧？对。那就是第一代他们也是这么的生吗？对，一开始就是做到这么生。那以前那个乙炖的这个量，是也是一样这样子做吗？对，就是绕来绕去，绕来绕去，对对对。当然，现在我们有改新的方法。那最新的方法跟以前的方法最大的差别在哪里？现在新的方法用空压机，现在是用腰，对不对？对，现在改空压机，不用，已经用机器取代了，不用手动。谢。你感觉还蛮享受的，对不对？请问你是觉得我的动作很恶心啊，还是我的表情让你不舒服？我这边搅的差不多了，这一边让你搅匀一点，好不好？可以。OK。你棍子下去一点，你等下溅起来。对啊。你就是一棍子要下去一点。那个台企的电影票。你棍子要下去一点，你不要玩了。你棍子要下去一点，你知道，因为它很深，你刚好下去洗过，你记得。你刚刚有下去洗过，你记得那有多深吗？蛮深的。所以说你要刚刚我们老板到这里，好啊，来啊，真的，你看，对对对，到这里没错，你看你怎么拿。
好像我在这边轻轻，我刚刚已经拉过了，换你了。Oh my god！ 你四外一个都给我跳哎。什么东西？我根本完全没有叫你插下去啊！你根本叫我插下去，我哪有叫你插？你叫我站得最深的。我刚刚哪有叫你插下去？我说你刚刚下去洗过，你知道有多深哦，那你就插下去了。哦，这是年轻人，动不动就是这样子，忍不住。这个很难的心态。为什么要这么深？就是有没有比例上面，就是绝对一定要这么深，还是有它一定的道理呢？其实只是为了量产。哇，你看，对，只是为了量产而已。对对对 ，OK。哇，那是这样子哎。哎，银眼的鱼它看起来还是很新鲜嘞。哎，对。哎，那我问你，想银眼嘞？我想问哎，银眼，这个鱼露这样子做完以后，我们取出它的汁液，嗯，就好好吃。那这一些鱼的这些肉呢，我们要怎么处理？它到最后会像泥巴一样。鱼露就会变成是所有的肉跟所有的一切变成鱼露，对，那就是一个非常非常 espresso 的概念，非常浓浓郁，就都在那个酱里。那我们这样子这一锅还要多久的时间才可以真正变鱼露？这个差不多在一个半月，我还要那么久哦。对，你说我要真的这里一直这样子搅拌一个半月。这个只是我们体验一下我们前人种树，然后感受一下前人怎么样带给我们这个技术。OK， 但是现在有现在的方法嘛，对不对？新的方法是怎么？现在的方法就是一支不同材质的棍子。是吧？了解。变铁，要变铁。不是啦，你要有什么不同的方法嘞？会有一根用空压机，然后用不锈钢管插进去，然后它就直接用空压的方式。空压翻转。对。来来来。就是这一只，哦，金箍棒，哦，这么长哦。请问一下，那个大哥，他插进去会不会喷出来？会。真的会喷出来？真的会喷出来。真的？对。老板，等一下。好，等一下。哇哦，嘎点。太强了，太强了！这不会流掉吗？这样流掉了啦！太难吃了啦！我买到这个味道，真的是好可怕！请问，哇！搬家，你拿过来，对不起。请问一下，现在这个要打到怎样你才会罢休？要打到完全，你刚刚擦到硬硬的那个都没有为止。你怎么对这个味道没什么感觉？你已经习惯了，对不对？习惯了。那。你有没有排斥过？一开始肯定是会排斥，不想。对啊。好，那因为这个是老板给我们的一点点示范考验。对对对，让我们去了解这么去弄吧。接下来我们要自己做了，不然就不算是打工了，是不是嘛？对不对？在里面，你们有没有吃到一个排骨酥？看起来好好吃。哎，排骨酥超好吃，我没吃到。对啊，我们去吃排骨酥好不好？坐。真的，这边的排骨酥很厉害，板桥这边的门口巷口那一家。我们有车，有听说。我会来买，真的假的？我说就买50块，很好吃啊。看起来开车有没有？跟我两个人这样开，那时候还没有大福的时候，好好。对啊，现在都是只要有大福在后面的。芭比，我要吃。我说好，会卖完了吧？卖完了，排骨酥卖完了，排骨酥卖完了，卖完了。哈哈哈哈哈！吓他们的心碎了。哦。我们特别说了没走到这里耶，刚才听说就好了。哦，刚刚经过，他们刚才在比赛，为了吃这个，不是，我们刚在录影，我们在玩游戏，好吧？还是你随便帮我炸个3块了，他们就没有了。好了，谢谢，感激不尽哦，端午节快乐，谢谢。哦，真的，你跟难过了，残念，没想到，有的时候就是这样。快加入！请问今晚住谁家 ？YouTube 会员一起支持我们哦！坐在沙发上，把台湾彻底玩一遍，这样的梦想，我可以陪你一起。赶快按下订阅频道，加上小铃铛。请问今晚住谁家？赶快来订阅哦！